扛棒球队警察。唐老叔，好好好，谢谢。今天啊 ，Very champion 啊 ，Miss。所以阮吼，阮的第一条歌叫做《我们有七个乐器》。一头跳啊！敬请收看《猪头悲惨半生缘》第四集。来，哦，不是你哦，你隔壁的，雷先生，这个姐太神太神。是吗？你的给我的，你情人难。